即係呢個吉利汽車啦，佢玩完未喎？點解咁睇淡佢啊？玩完你咧，你又對呢個傳統汽車股嘅睇法又係點咧？咁佢又吉吉利利又唔係好傳統嘅，佢都有新能源車，都有新能源車嘅生產嘅，咁所以就玩完未？咁未玩完嘅，我又覺得即係其實你睇翻，如果你話從個估值嚟計，佢係因為有舊汽車咁樣嘅成分啦，佢自然會比其他啲有即係純新能源車或者甚至比亞迪嚟講都平好多嘅。咁喺呢個咧，可能係佢嗰個一個估值上嘅優勢啦。咁你話玩完未？我又覺得未啊，因為頭先提到啦，即係你話喺個內地咁多行業當中，你話要揾一個係保持一個叫做增長嘅，咁其實都係比較少啲汽車股嘅其中之一。其次就係咧，就我哋成日講頭先，啱啱可能節目開始前都講過啊，你阿總理話要救經濟、救市，汽車行業咧一定走唔甩噶啦，因為我都講過多次，因為汽車行業個牽連嗰個嘅供應鏈，成個產業鏈咧係包含好多行業嘅，所以你一救到汽車股嘅話咧，其實你救咗好多人。咁所以喺政策層面個偏重方面咧，汽車股行業一定係一個首選嚟嘅。咁所以你話係咪玩完咧？未玩完嘅，咁但系咧，你只能夠可以咁講，係冇乜提，冇乜起色，暫時。但係可能係一個橫向走嘅格局。近期去翻，如果睇翻個技術同走勢，啱啱就落翻去，而家你見到啦，都係嗰度平均線嗰條應該係五十天平均線嚟話係嘛？五十天平均線係啊，16.88，你嘅意思係啦。咁啱啱係暫時係一個近期呢幾個月嘅低位嚟嘅，睇下守唔守得住啦。都守唔住，再向下，可能睇緊呢個長啲100天成本線，都係講緊14.98，或者係講緊喺6月嗰時嗰個位14蚊呢個平台度。咁所以你話再下跌空間可能仲有嘅，但係咧未必太大。咁所以我覺得未玩完嘅，但係問題玩唔玩得起咧？咁呢個就要留意翻之後佢公布嘅每月嘅數字啦，個銷售數據啦，睇下能夠咧有啲動力俾佢，同埋當然頭先講過嘅。譬如有啲嘅有利政策出台，係可以刺激到汽車股嗰個嘅走勢啦。